然后 EP 服务，我要成果报告的是 G0 B Band 那个乐团。然后就是之前，反正很久以前，就是有说，想要让 G0 B 的开源协作方式可以渗透到艺术界。那要怎么渗透呢？就是我们自己来用开源协作方式来做一些艺术品，像是音乐。然后目前就是我们有一个 Hackpack 的 workspace，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干的歌在这里面。然后你在 GDB 的 Slack 有开一个叫 Band 的 channel， 那授权通常都是 CC BY， 那因为里面有一些 source file， 我们就会用 MPL 授权这样，因为 CC 授权目前没有规范到 source file 的部分。那目前成果自干 demo 曲比较常被用，就是之前地下电台还没停播的时候，那个 G0V Jingle 是拿去当地下电台的台鼓。然后还有另一首就海洋他比较用在比较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就是郝明义先生的如果台湾的四九是海洋的新书发表会上面。那今天 live demo 就是 demo 这个这首用在新书发表会的歌。这样播播看有谁，这样应该可以吧。那接下来就是 live demo 的时间。可以到这个 EtherCut 登记，然后本来想说在那个志浩的台北数位艺术展做什么，但他发现好像不能做什么，所以可以啊，去唱歌啊，在那边场地好像不太适合。可以。然后最后广告就是因为就是我们音乐艺术类常会用到 CC 授权，那 创作 CC 台湾他们最近有在做一个社群推广计划，然后就欢迎各位就是不会写程式的朋友一起来加入，那相关连接就在这个 Hackpack 里面，那我报告就到这边。